大家的掌声，谢谢您。哎，小哥俩一上来以后啊，别的先不说啊，先得自我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得自我介绍一下呢？小哥俩不是明星大腕，哎，一上台您就知道他是谁。是，像我们哥俩这样的，饶得没名气，再不介绍一下啊，嘎嘣死台上了，您都不知道我哥俩是谁。不至于的，所以说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，学生叫郭亮，郭是郭沫若的郭，亮是月亮的亮，这是他。介绍我是次要的，主要得介绍我旁边这位，介绍我的，他是我的哥哥，哎，他叫郭阳，哎，郭是郭沫若的郭，阳是一个耳刀一个日字，什么阳？阴阳的阳。哎，那等会儿，阴阳的阳，你看人家就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太阳的阳。太阳的阳好听。对，这个说实在的啊，一上台来您能看得出来啊，我们哥俩孪生兄弟，双胞胎，也叫 twins。 对，我是阿萨。哎，我不是阿娇，我不是阿娇，我不爱照相，知道吗？行，这反应挺快的，往坑里带。说实在的，小时候没那么聪明啊，小时候没那么聪明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哥俩打小啊身体都不好，爱生病，哎，不像有的小孩似的，干嘛一下生80多斤，多少？那是牛犊子，吓我一跳，8斤，8斤。我们哥俩刚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哎，加一块儿，8斤，8斤，我7斤9两，他7，我才1两，我这脑袋就跟拳头这么大似的，我这，那我还有脑子吗？小时候我父母疼的呀，啊，把这好东西都给他了，对，把次东西都给我了，这倒是。给我喝米汤啊，给他喝三鹿，我喝三，哎呦，没喝过，是不是？三鹿，说实在的啊，我们哥俩啊，我哥哥在我心目当中啊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，夸我，哎，有本事，没什么本事。为什么说有本事呢？啊，这个还有其他的本事啊，养宠物养的特好。哦，我喜欢养狗。哎，家里有很多条名犬。对，其中有一只狗，这个品种啊啊，叫毛巾。这狗毛巾，我们天天拿那狗擦脸，您听见吗？什么叫毛巾呢？金毛。啊，对对对，金毛。哎，还有一只狗啊，什么狗？叫拉多布多。拉，那还叫拉多呢，这不是好狗。拉布拉多。啊，对对对，拉布拉多。谁叫拉的不多呀？基督犬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对对，拉不拉的？哎，这狗啊太聪明了，是会接电话。狗接电话，昨天晚上啊，12点钟了，我回来我给他打一电话。哦，嘟嘟嘟，没人接电话，没人。我一想坏了，这狗肯定要接电话了，是吗？再看这狗啊。蹦上沙发，一摁免提，哇，里边没人说话。我一想得了，我先说吧。啊、我说喂，郭阳在家吗？听里边，嘣，什么意思？在。哦，在的意思。那在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是啊。那谁，他媳妇我嫂子在家吗？在厅里边，嘣嘣，什么意思？也在。哦，在，那在怎么都不接电话？我问你，他们干什么呢？您在听那边。回去我就把那狗逗了，干嘛呀？知道的事儿太多，狗渴了，这波渴了啊，这波渴了啊！听这声啊，里边有别的事儿。好，什么破狗啊？这是，你可别说这是破狗。你能跟我嫂子结婚吗？这什么意思？你天天不遛这狗啊？哦，啊，我嫂子不遛这狗啊，是不是？她喜欢遛狗，你喜欢遛狗，你俩人不就勾搭上了吗？什么叫勾搭上？是不是？这不就结婚了吗？那这倒是。说到我嫂子，我必须多说两句。哦，我嫂子人太好了，是吗？老师，老师，山村老师，是吗？我娶一鬼，你听见了吗？山村里教书的老师，说清楚了呀，长得漂亮极了。那倒是，可以说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。对，一个字儿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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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嘴的虎牙，一嘴的。我娶一鲨鱼，你听见了吗？有长一嘴虎牙的吗？几颗？几颗？就一颗啊！对，就一颗。哎，满脸的痦子，满脸的痦子，就一颗。啊，对。就一
杨志，你看见吗？最有特点的，就是我嫂子这头发了，哦，就一根儿，哎，那个，好，就一根头发，顶一比例针，变化，变化，那你说老师们不能散头发，是不是变化？说变化不就完了？变化，哎，就一根儿，对呀，啊，最漂亮的就是我嫂子这眼睛了，哎，不是那个，不是，拦你一下，拦，不拦你，我媳妇变成一只眼了。我说一只眼，废话，我怕你说一只，我说一只眼吗？两只，两只，哎，跟月亮似的，对，一个初一的，一个十五的，还是大小眼儿，长得美。别废话了，别说了，啊，今儿上哪儿忙来？今儿来说快板来了。哎，说快板，说快板，没说这没用的。刚才主持人报幕说了，哎，小哥俩给您唱一段快板，对，哎，叫《中华神韵》，是。要是唱得好呢，您在座的各位捧捧哏；对，要是唱得不好呢，您在座的各位多担待点。哎，我们哥俩给您鞠上一躬，感谢大家对我们哥俩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您。说这儿了，闲话少叙，打板就唱。对，给您唱那段《中华神韵》。朋友们，同志们，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。
党中央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治理众生方法独强，要在短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、农业、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国而努力奋斗嘛。同志们，鼓掌嘛。全为东风吹，也祖国成林立的丰碑。等设计师邓小平，沿海视察南方行，改革开放新决策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特色，中国的精神方文明了。现在把建设画上新里程，邓小平的理论大发展把经济建设画上重点，历史的巨变靠改革，人民走上新生活，政治文化经济高科技改革开放这个有了新的生产力呀、啊！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冲出世界上的太空，国防建设以现代化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，中华大地春潮滚，波澜壮阔形势稳，精神文明开花朵，民族法治建设国。回顾这改革开放30年，邓小平的光辉形象就在眼前。嗯，是中华伟人民的日子，我十分的尊重着我们的祖辈，中国的根，一百年不变。好，邓小平一国两制就要应中英谈判做决定，香港的百年惊风雨，这个九七回归新争起，中国人民而心连心，炎黄子孙一家亲，港澳同胞心相连，澳门的回归就在1999年呢、啊。我们的党最坚强，光荣的传统最优良，国家主席江泽民是第三代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，带领着全党和全军，全国人民一条心，披荆斩浪同心干，特大的洪涝灾害经考验。同志，我们这一定是个民同志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指引下，晨光新世纪的光明前进，我们等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，带领人民迎着新人的改革的路，奋勇前进，前进，再前进。好，邓小平理论旗帜高举，中国民族在崛起。这个经济建设是中心祖国的面貌，这是新的打不动先不动钢铁打的江山万年牢，中华神圣有灵魂，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呢，我们要在胡主席为党中央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和开放，这个祖国强军清风浪，中国人民多豪迈，阔阔走进这个新时代，我们唱着东方梦，当家作主站起来，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，开个开放不起来，希望开来的胡主席带领我们吃香的喝辣的，高举旗帜开创未来，开创未来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您。再给您说一小段，说一小段。说实在的啊，您能来这个顺兴老茶馆啊，您算是来对了，是吗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嗯，因为我们这个管理的比较松，对，比较松开。松到什么程度呢？程度就好比说啊，您看完演出了啊，您喜欢我们哪个演员啊？到后台您一找啊，您可以带出去吃饭。对，哎，别胡说八道，别说。但是我们可得说好了啊，我们可不过夜。哎，呵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简单给您说一小段，说一小段吧。哎，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啊，大家看到了啊，长得多漂亮，是漂亮。哎，小孩年轻，嗯啊，1928年生人，多少？82年，
对，1982年，哎，长得特漂亮。是，昨天啊，我哥哥，还有这个主持人这小姑娘啊，我们三个人去了一趟动物园啊，动物园，哎，去动物园看看动物吧，是玩的呢。走着，到这个狐狸园的门口了。狐狸，哎，到了这个狐狸园门口以后吧，这主持人就跟我们俩说了，怪不了，我有一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说你说，有什么想法？他说这么着，你们俩谁进这狐狸园里边啊，待30秒钟不出来，哦，我就嫁给谁。这倒好事儿，你听这个，我高兴极了，是吧？我正好没对象啊，我心想我得着吧，啊，我蹭我就进这狐狸园里边了，哦，没十秒钟，我蹭我就出来了，啊，太骚气了，太味儿了。我一出来，我哥哥看见我，他高兴了，哦，兄弟，我先得着了，那我呢？甭说那个，嗯，你先进去再说。我哥哥啊，蹭一下就进去了，嗯，没三。